最开始就是一堆警察开始执法了，他们这个电动车我知道那些没收是啥了，估计是那种违法改装车，不安全的那种车，就彻底违法的。这些呢就是是正规合法的，他有车牌儿，这种就可能下路推着看着警察绕着点走，然后这就都开始到了这儿以后都安上了。不敢瞎开，怕惹事儿。你看，这是刚刚本来骑着的，见那警察就绕着走，躲了。然后那个前面那边就是在，可能还要警告一下，可能比较严重的可能会罚款，特别不靠谱的可能会把他整个车给没收了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我的理解是。就是违法改装车，就不靠谱的那种很容易自燃的车，可能就整个没收了。不过竟然没有看到特别激烈反抗的。